啊？啊？来，给你看一个唱跳憋笑挑战。啥玩意？咱俩比一个呀，我就愿意跟你比这个憋笑挑战，因为小韩你每次都输，行不行？行。最终我们比赛的结果呢，让我们的粉丝家人们投票，好不好？嗯。来，先听第一首音乐啊。会了不，小韩？会了，你先来。啊，我先来呀，行。就你笑，你给我笑的给我弄的啊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我会什么？天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。好吧，真是的，笑死人了。好。2000 years. 来，今天我们的挑战就到这里了啊！大家觉得我赢的话就扣一，我赢的话就扣二，希望大家给我们多多支持。给我扣一。一二，今天肯定我赢了，小韩笑了，笑场的太多了啊！二没有，你笑场的多。